可限量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作为一部还不够成熟的短片，能够这样被大家看到，是一件有些惭愧，但令人十分感激的事情。这部短片能够完成，首先要感谢我的演员对我的信任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想感谢师学社的各位，苏小小，谢谢你永远在第一位给我信心，还有沈西玲，你的智慧总是给我特别多的灵感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想感谢一位特别的人，欧美。对不起，我们以为戴着耳机呢，没想到公放了。大半夜的干什么呢？做法呢？也不怕把鬼招来。阿姨，我们错了。什么好蹦的？睡觉。有什么好蹦蹦哒的？当然是有值得庆祝的事啊！你们都看着我干嘛？今天你被当众表白，万众瞩目，现在还怕我们看吗？嗯，都熟美，居然在这个时候表白，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要是我男朋友也这么会制造惊喜就好了。什么惊喜？惊吓还差不多。我当时都吓傻了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哦，那你还听他？我感觉你们俩是商量好的。还没有，就是一时气。不行，还是虐狗了。我看他呀是想挨打。我看苏小小是嫉妒吧，他也想被这样表白。我看他哪像是想被表白，是想去表白吧？哪有，我就是想想。不对，我什么都没想。小小，你要是真的喜欢他，就勇敢上，我支持你。对呀，我们都支持你。更何况沈西林还是很优秀的。去吧去吧，狗粮不嫌多的。哎呀，你们怎么都那么说呀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，主要我又没经验。没事，你放心去，有我们给你出的主意，肯定能行。
一二三，小小加油！加油！作妖呢你们！受不了，受不了！快快快，睡觉。